今天我们来吃一个火遍全网的桃子雪糕，然后这个已经都过期了啊，然后因为我才买到，我们这边超市里面才看到有，先把它打开，据说这个雪糕特别好吃，我们来试一下啊。哇哦，颜值很不错哟，哇，好可爱呀！嗯，浓浓的桃子味，外边是一层巧克力。嗯，挺好吃的。